希望嗰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，即係冇啦。21年仲未融入國家發展大局，佢死啦，係咪啊？嗱，我希望咧，阿仔你好好嚟讀書咁，因為你個仔有冇好讀書啊？我希望你聽話啲，即係點啊？即係好聽話啦，係咪啊？我希望你食多啲嘢，咁梗係餓到咧啊，瘦骨如柴啦！唉，真係你睇下，呢啲都重要國家大嘢。講開政治立場啊，喂，你同錢有仇啊？啊？哇！遠到非洲，遠到南美，遠到南太平洋，遠到歐洲嗰啲都走嚟啊，做生意啦！你走啊！我唔要咁多錢啊！啊，你唔好俾生意我做啊！你啲人啊，唔好落嚟使咁多錢啊！你大陸啲友咁都得嘅，而香港政府就喺東涌咁樣嗰啲咩所謂咩古東涌，都佢條命咩梗係結合出嚟，冇一個東涌住嘅，係咪啊？跟住咧就咁樣，超咪嚟咯，咩事啫依家？咁你係死啦！你應該就係話係要規管，但要歡迎。啱啱啊，所以就係話，即係保啦，繼續。